大家好，又是我 Adele 吴晨曦来为大家主持今天的饭饭海龟汤。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海边，然后我今天看到他们的服装，我真的是，这群人到底怎么了？ OK， 我先请比较正常的两位出来啦。那一对狗，哎，不是，对，老板和他的私人助理。OK， 我们的德荣哥还有大头阿 K。Hello， 大家好。你们很帅，很帅。Oh my gosh， 老板。哇，很像游客。我们先选两个比较正常的出来，就后面那两个就不正常了的。我们现在就立刻请出这两位有一点不正常的 OK 出来，可以欢迎我们的敏爷还有威。先聊了，哇，有水音成品。终于上岸了。傻嘅，傻嘅。KO。哇，个头发咁整齐，因为上嚟都。咁你哋又有所不知啦，我依个胶系真系睇得出你咁胶，好衰嘅你。OK， 大家好，我系职业少明。哦，大家好，我系威小堂哥啊，喂。Yeah， 虽然没有开始游戏之前，还是老规矩啦，拣一张 scene， 里面有韩语、泰语、日语，还有这个法语。我觉得选蓝色吧， okay. 海边吗？蓝色啊，蓝色，哎、蓝色啊，确定啊？啊 ，OK， 来，今天的语言是汉语。萨瓦迪卡，萨瓦迪卡。所以我们在每一句的后面就要加卡，那我就要开始念我们的题目了啊。一位男生卡跟他的女朋友去湖边散步卡，突然他的女朋友卡掉进湖里了，那位男生就立刻跳进水里去找，可是都没有找到他的女朋友卡，他伤心地离开了这里。过了几年后卡，他故地重游，这时看到一位老人家在钓鱼，奇怪的是，那位老人家钓上来的鱼身上没有水草哦。他就问老人家，为什么鱼身上没有沾到一点水草哈？老人家就说，嘿嘿，你不知道吗？这个湖从来都没有沾过水草哈。说到这里，那位男生突然跳进湖里自杀了。来了卡。啊，每一次都自杀的哇！我们要放一个防自杀热线在那边给大家。我们的一号玩家是大头阿 K 卡，我要问卡，请问那个卡水草是关键吗？卡是卡清卡。OK， no problem 卡。我的问题就是啊，请问这个女仔是不是很喜欢食材的卡？嗯，是的卡。三号玩家说哈说哈啦卡，สวัสดีค่ะ。My question is， 龙腾卡，卡了怎么去送龙腾去买裤？忘记你讲哈密卡。Okay， I speak Thai English. I want to ask， is it the boyfriend push the girlfriend jump into the water？ Okay， sir， is a no no sir 卡。No push， okay， no push。加卡是胆总派，我懂这个，我在地铁站有听过，是不是 ？Next station， 娜娜，胆总派。Sorry， my question， I ask one more time， is the girl animal yes or no？ Is the no？ 来，一号玩家卡 ，is your turn， madam。玩家都变咗卡，听到我的声音吗？因为刚才我卡了卡，都全部要讲泰文的啦，很多卡。那个水草卡是不是拍到他的女朋友死的卡？不是的卡。我已经猜到噶啦卡，我姑娘就系佢嘅男仔朋友啦，睇到佢跌咗落水啦吓，跟住睇到个老人家卡，佢嘅钓鱼嘅时候就冇水草啦，佢就知道啦佢嘅女朋友咧系好中意呢个 seaweed 噶啦，咁啊冇咗嘅水草都被佢嘅女朋友食晒卡。先生卡，我可以同你讲，你嘅答案系完全错嘅卡。OK，
please 赞我，来低到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了卡。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他的 girlfriend 卡跳进去水卡，然后 boyfriend 也一起 jump 进去卡。boyfriend jump 进去卡的时候，找 ，and then 他以为那个是水草卡，所以他就丢掉了卡。然后他多年过后看到那个老人家，原来才知道里面没有那个水草卡，然后他才 realize 到那个不是水草，那个是他的 girlfriend。哇！恭喜你卡，你白答对了，100% correct。所以如果佢当时系有确认嗰个系咪佢女朋友嘅卡，佢就可以救到佢嘅女朋友，就唔使死啦。Wait a minute, me and my brother, we go diving very often. Yes, correct. The sea grass and the hair, she cannot differentiate. 他们说的那个海草可能就是发财来的。Sir Jack, the 发财 is not here, 发财 at here. 阿奇是我们的 MVP 卡，你讲哦，我们三个谁是那个黑洞？阿奇，我们两个，我们比出那个号码 ，OK？ OK， 三、二、一，2号啊！阿奇，这样我们就听 MVP 的话，让我们选二号玩家。对，因为他刚才从头到尾一直在那边讲说，那个女朋友很喜欢吃那个什么。什么发财？哦，发财！然后他100%猜错完了，是不是？我们刚才他讲的是，我们刚才的故事是跟水草有关系的吗？德荣哥跳一段海草舞。One, two, three, four。像一颗海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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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波飘摇。海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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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花里。你们下一次就孤立了我。下次不要安排我跟德荣哥同一集啊。所以你们在下面底下留言，告诉我们你最喜欢哪一位玩家的服装，赢的那一方呢，我们会从那一队里面选出一个幸运儿，送出礼物给他们。为了要给你们看真正的诚意，给你看看。哇哇哇！你看看看，现在给你们拉票一下。喜欢的话就记得点赞、留言、分享，给更多的朋友看到我们的影片。好，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拜拜，再见，哟。